我家房子120平，买了2999的穿墙王装在客厅，但是一进门进门一关 ，WiFi 信号照样差，怎么办？有什么解决办法吗？有条件的话，我推荐你 AC 加 AP 就忘了。AC 加 AP 都是个大坑 ，Mesh 是永远的神。What？前几天我去客户家安装 AC 和 AP 组合，但是评论区可是炸了锅，甚至说几个路由器加起来都比它还好用。问题来了 ，AC 加 AP 的组合真的有这么差吗？很多人对 AC 加 AP 组合比较陌生。AC 和 AP 的组网原理是，我们在每一个房间都安装一个 AP 作为 WiFi 发射器，这样就确保了你每个房间都是有满格信号的。但是这时候的 WiFi 是没有网络的，这时候就需要 AC 负责把所有的网络通过网线传输给 AP，AP 再把有线网络转成 WiFi。这样就确保了高效稳定的 WiFi 体验感。当我们走到房间的时候，它就会连接房间的信号；我们走到客厅的时候，它就会连接客厅的信号。再也不用担心信号差了。